好，我们没我们知道的，这个什么叫做快乐？我问大家什么叫做快乐？他说我很快乐。啊，你快乐哪给我看呢？你看不到快乐，因为你看不到快乐，所以称为空。快乐是没有，是什么东西让你快乐？是你的接受，你的感觉，是你的感觉让你快乐。但是这个快乐啊，到底在哪里？我们看不出来。这个人很快乐，但是你看不到快乐，除非他表现得很快乐。啊，我上回表演过这个喜怒哀乐啊，对不对？那喜怒哀乐不好意思表演，因为他太女性化，太女性化。师尊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怎么可以表演那种女性化的快乐呢？对不对？谁能够表演呢？啊？年糕上次表演的，喜怒哀乐会吗？不会啊，女生比较会表演。年糊上次会吗？不会啊，那个年店呢？年忘啊，年忘是有点像女生啊。能吗？你表演看看。哎，你看，你看他表演的哦，好，可以。喜，喜怒哀乐，也很好啊，对。年忘啊，上司啊，是有点像女生。这快乐啊，在表情上有时候是可以看得出来，在他的言语上可以听得出来，表情跟言语上可以看得出来跟听得出来。事实上，他是没有，他你是看不到的。有时候真正的快乐产生，他很安静，但是他事实上他很快乐。但是快乐呢，一般来讲快乐的时间不一定很长久，不一定很长久，有的是啊几秒钟、几分钟、一天，哦，甚至快乐一个月、一星期。但是密教里面的四喜，那是超乎寻常的快乐，超乎寻常的快乐。我常常讲啊，人在喜金刚里面我有讲过，一般人啊，一般男生女生啊，人生的自乐啊，人生的自乐大部分都是那一种快乐。那么那种快乐呢，时间多久？男生的时间很短，一般的男生啊，时间很短，就是好像几枪按秒的啦，一秒七枪七枪七枪，大概三秒吧，三秒或者有的四秒五秒，有的长一点四秒五秒。七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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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那快乐过了以后就变成怎么样？变成空虚，全身都软趴趴的，就气球这样，气球闹轰了，气球闹轰，15，那个气球闹轰的时候，那一段时间是快乐，
当你变成扁的气球的时候就不快乐，就觉得忧郁又上升。快乐跟痛苦是结在一起，所以叫做痛快痛快。痛苦跟快乐是在一起啊，痛快啊啊，就是因为痛苦跟快乐结在一起啊。大部分的人都想延长他的快乐，减少他的痛苦。为什么不修密法呢？你修密法，那一种乐不是人间的小乐，是人间的大乐。你观修也会乐啊，观修你观想用观想的也会产生乐啊，不是不会产生乐。而且你修了无漏法以后，你那个乐是更长更久。大家想一想，中脉是很长的，从这里到密轮都是中脉。那么从这里经过中脉，它产生的摩擦很长，喉轮很长，到心轮很长，到际轮很长，到际轮很长。那一种乐就是初喜、圣喜、最圣喜、寄生喜，都是非常快乐的。然后你不要把它停掉，你把它再提起来，四空乐，又四空也是一样的，再重新提回来，再给它下去，再回来，再下去，再回来，再下去，再回来，你能够快乐到几个小时，一整天，而且永远的快乐。这个时候最容易啊，打坐一坐，你在乐快乐跟空性之中入定，清安，什么通通都好，全部解除。这一种快乐胜过所有的烦恼，你烦恼就可以断掉，完全进入这个欲业的快乐禅定之中。他有那一种的这个那一种的功德。